三部分，解微实用技术。杂肘折腕或由前抓肩，在实际当中，当自己的左肩一筋被对方由前用右手抓住时，防卫的解破方法是先用右手按压住对方抓肩的手背，不让其逃脱，然后左屈臂侧上抬，身体右转，这时对方的抓肩手就会被迫翻旋，那么掌腕关节就会形成侧身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左肘猛力向侧下砸压其腕臂，对方掌腕关节定会产生剧烈疼痛而松手。请看示范。卷臂折腕破抓肩，当自己的左肩被对方用右手由前抓住时，解破的时候左手由侧拖抓对方腕部下侧，突然耸肩抬肘，身体右转，随即卷拧其手臂，在转体拧臂的同时，左肘夹住对方右前臂，右手立即抓拿推折其手背，折伤其掌腕关节，使其丧失侵犯能力。请看示范。切摔脱身破抓肩，在遇到对方抓肩的时候，自己用上耸肩卷臂折腕，如果不能奏效，可以就此突然向左转，随即右脚上步后半其前腿，右手前屈推压对方右肩内侧，同时迅速左转体，以上压下半转体的合力，就会非常容易地将对方切半摔倒。请看示范。
踢戳胸或抓肩。当自己的肩膀被对方由前用双手抓住时，防卫的方法是双手胸前合并，掌突然向其胸窝处或者是裆部猛烈的插掌，目的是迫使对方向后退缩，趁其退闪和自己的肩膈拉开距离时，迅速起脚前蹬起胸腹制敌。请看示范。回膈后蹬或由后抓肩。当遇到对方由后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肩衣时，对此自己可以突然向前上步，身体力争向前倾，目的是将其两臂尽量牵拉引伸，与此同时身体立即向右转，右臂侧后膈，减弱对方抓肩的力量，转移对方的注意力。这之后迅速起右脚向后蹬其膝关节，这种方法运用的及时果断，一定能起到挣脱抓肩的目的。请看示范。前屈折腕或抓发。当被对方抓住自己的头发时，可立即用自己的两手扣压住对方的手背，身体突然向前屈，同时猛力低头前顶，就会使对方掌腕关节造成前屈状，挫折其腕骨，使其抓发坐蹲被迫松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可以用插掌或者二指手法戳击其双眼。请看示范。
砸肘破抓发。如果对方由前抓发或屈臂，自己首先应当将一手按压住抓发的手，另一手则迅速击打其腋下肋软骨，迫使对方本能后退，手臂伸直，趁这个机会迅速地收左拳，随即再以左臂由外隔压砸肘，同时身体右转，头向侧摆，右手掰拧折腕制敌。请看示范。拧折腕或由后抓发，有的时候会遇到对方由后用右手抓发，这时迅速地用两手同时抠抓住对方的手，身体突然下前后转，使对方抓发的手被迫翻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迅速地挺身撅腕定然会使对方掌腕翻曲受挫，放弃抓发的能力。请看示范。仰卧倒踢或由后抓发。实际中，当自己不妨被对方右手抓发，左手抓肩拽倒时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危急当中应该迅速地仰踢对方的头颈部，重则将其踢昏，轻则击踢头颈后趁机逃离。请看示范。